都知道娱乐圈中的明星基本上很少有将自己的素颜呈现在公众面前，不管在任何场合总要先化好妆才会现身。但是看一看当年红极一时的哥哥张国荣拍摄于电影《霸王别姬》期间和民众和谐相处的样子，真的是令人亲切。张国荣利用休息间隙来到公园里入乡随俗的蹲地上，看街坊们斗地主闲聊，看着他身着朴素，笑得十分开心，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。看到张国荣蹲在那里一副研究的模样，着实有些可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